今晚菜色看起来美味无比，吃朱家大菜清炖甲鱼，那是好菜，吃别而已，伯母别客气，这个甲鱼人三虎上你。基本上就是蛮荒谬的，因为就是突然就是良家母女来我们家吃饭。那梁伯母可能对爸爸有一些就是奇妙的想象。餐桌上大家维持礼仪，维持礼数，但事实上餐桌下面通通都是暗潮汹涌，勾心斗角。今晚菜色看起来美味无比，吃朱家大菜清炖甲鱼，那是好菜，吃别而已，伯母别客气，这个甲鱼人三虎上你。这个梁母好像对爸爸有点意思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有点敌意。那最有敌意的不是我，是二姐。后母不太好当，所以呢，家人们就会三个女人们纷纷的对我攻击。这些今早很好吃，全都给你。谢谢家珍，今早陈皮多囊洋气，只可身轻，又皱又老，老猪多用心。哎呦，越成熟是越高级。是。梁伯母很想当我们的后母，然后我用桌上的料理就弄他，用那个菜来指桑骂槐哈。例如说，哎，这个鸡汤不错啊，那个这个鸡汤要怎么做？我告诉你，用老母鸡哈，要老到成精哈，其实就是暗讽对方，你这一只老母鸡哈。这汤清澈透明，伯母啊，想不想要学手艺？洗耳恭听，用老母鸡，要老到成精。这食谱缺一味不行，哈哈，真挑剔。十点元宝饺子，谢谢佳宁。面皮 Q 厚，充满嚼劲。这个要沾点酱。可吃一点，别再进去。